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蛇也没事，活着呢，生猛得很，哈哈。伤口裂开了，手臂又脱臼了。没事。老宁啊！ 我和美人的马跑了，现在我回去送神很着急啊，我只能请你的马走了啊。你和美人慢慢疗伤，慢慢回来，不着急。疗伤怎么能着急呢？不着急。哎，于三，你忍一下。不是你会吗？啊！试试能不能动。好了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后背的伤。 你快帮我看啊！西西，疼吗？疼。来，西西，这疼不疼？没事。把衣服穿上吧。 刚才撞的那一下并无大碍，都是之前的旧伤，回去之后给你包扎一下。那不用了，那样反而更不方便。你怎么了？嗯，没怎么。你不好意思啊？ 早知道你吃这套，我应该学那些侍卫们，在你面前洗澡才是。嗯、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这样，你毕竟是个女儿家。杀手不分男女，只有死人和活人。天快亮了，走吧。